现在6点钟起床了，天还没有亮啊。哇，天上有好多星星，好多好多星星。今天要去港盖，然后呢没有车，得起早一点。老妈在梳头发，老妈4点多就起来了啊，因为啊、我家我爸我妈都要去，然后呢要喂这个猪啊，猪食都已经煮好了。哇，吃的好香。老爸在扫这个路啊，把这个路扫干净一点，扫了1个小时了已经。爸啊，23里的早晨有点凉，今天早上。这是我家啊，家人家，大山里面。今天我们坐这个车去街上啊，老妈住前面，出发了啊，去街上去了。老爸后面好多邻居。